寞在冰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跟我们节奏。哎呦，大家说 ，Vivi 姐，今天你这是什么发型啊？我今天就是装的天线。Oh yeah！ 我今天是天线宝宝。开心，把你的不开心透过跳操将它抛到九霄云外，在今天的晚上将你交给我。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来，我们来一起好好的对待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健康。Come on。跟着我们一起来，赶快设关注按赞，我们跳起来 ，Go！ 右手往上。对，我是天线宝宝。哦呀！我今天这个天线安装了之后，我就可以知道你们的心情今天是如何了。随着音乐，跟着我们摆动双手，有情绪，不能跳得像僵尸一样，好不好？各位，动起来。充满着活力，在今天享受在跳操的过程里面，跟着我们一起 ，Come on， 来右手画圈，动作简单，欢迎你一起加入。如果有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帮我刷一下舞在屏幕当中，让我们其他的男孩女孩们，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他们会很好的回答你哦。双手 ，Oh yeah。我们正刚开始暖身，欢迎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你看到的人数不是假的，每天每一次我们跳操有非常多的人在我们的当中跟着我们跳操，欢迎你也加入进来，跟着我们一起暖身动起来。 Come on， 一起来，赶快设关注按赞，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 Oh yeah， Come on， 手交叉。Oh yeah， 下面交叉一下，上面再来一个，很好，下面再交叉一下， yeah， 上面再交叉一个，跟着我们一起交叉一下，下面，很好，你做到了，来 ，come on， 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赶快跟上来，再一次，很棒，加油 ，come on， 来动起来。从沙发上一起跳起来 ，Go！ 右手往上，胜利，做一个得胜者，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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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呀，嘿，嘿，单手再一次，嘿，嘿 ，Come on， 跟我们一起开心的跳起来，双手。呀、yeah. ，OK， 原地踏步。Yes, 起来 ，Go！ 扩胸夹背 ，Oh yeah， 就是这样，动作不难，赶快跟上来。加油，跟着我们一起喊一下，释放压力，预备叫，很好，哎，就是这样，手心向上，看着我的动作，把动作做对，抬头挺胸，很棒，打开手，手背碰手背下来，再一次，丽丽，你的头发怎么多一根出来？我今天是天线宝宝，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再一个，来上推，我们下拉，来一个 ，Oh yeah， 动作做对。我这个天线，你知道可以干嘛吗？可以干嘛？我可以知道今天所有来到直播间的男孩女孩，他们的心情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要传递过来了，是不是？对。来，你们开心吗？开心了，赶快跟着跳起来 ，Come on。心情不好的没关系，跟着我们，我让你开心起来 ，Come on。拉一下 ，OK， 前扣，来拉一个，嘿，哇，有没有像身体不太舒服的、流鼻水的、喉咙痛的、有咽喉炎的？来，赶快扩胸夹背，让我们身体更健康。跟着我们一起微微动起来 ，Come on，
喂喂喂喂，来一起叫一下 Go One， 很好，你们听得到他们叫吗？这个拍子一定要叫一下，叫到就很过瘾，在节奏上面喊出来，释放你的压力，跟着我们一起快乐跳槽，打开你美好的人生。哇哦，让我们更懂得爱自己，爱自己不是吃垃圾食物，爱自己不是熬夜喝酒， Come on， 一起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把动作练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 所有的男孩女孩们，在直播前的朋友们，赶快离开你的沙发，简单的动下，不要压力太大，就五分钟十分钟，跳一首两首三首都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作简单不难，有愿意的赶快跟上来， Come on， 拉一下前后， Oh yeah， 快，将近快要一万人又跟进来了，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来，加油，新的朋友们赶快一步一步跳起来，来扩胸夹背，动作不难呀， yeah， 手心向上，腋下夹紧，跟着口号口诀跟着跳，再一次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耶，很好，原地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把你的手交给我，下半身交给我，来 Go， 就是这样，Yeah，我们一起踢一下，麦克风声音再大一点，对，大长腿，很好，再一次 ，One more time， Oh yeah， 我们暖一下腿了，好不好？跳起来，跳，简单的动作不难吧？我没有骗各位，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慢慢跟我做，你一定会。大人小孩都能一起跳。Oh yeah， 踢腿，踢开烦恼，踢开忧愁，就是这样，跟着我们一起来，让你心情变得愉快，踢开烦恼，踢开忧愁，让我们一起散播欢乐，散播爱。Oh yeah， 这是什么歌的歌词我忘了，来蹲一下，大丈夫能屈能伸，对，站起来，你常常蹲下站起来，你倒下就不害怕了，蹲下站起来，不要怕，赶紧跳起来，你蹲着就抬头挺胸，小桃，我其实蹲下我也抬头挺胸，晴晴春孙赶紧跳起来，加油，你看我都知道有谁在跟我们直播间，但你没有听到我在讲话，鼻子跟我打到，再一次 Come on， 还有谁，还有海口周大小姐，还有肉肉跟天喜卡，来芳菲Annie Ice Forever， 听一下，左右呀， yeah， 还有瓜牛，还有谁？小英欧尼，一玄书，陈小小 ，FMJ， 田龙，仁华，就是臭，静，黎君，踢着，再一个，开合跳，一二三四。二三三，我脚踩一下，很好，再一次，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九二姐姐没人说，那姐姐在这边告诉你啊，来，什么？姐姐呢？姐姐，姐姐什么什么？姐姐，那我要叫什么？来，教练在这边告诉你了哈，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动起来，不要看教练帅，教练本来是更帅的，各位，我像是壮又酷，跳起来呀，yeah， 因为很多长得帅的不一定会教，但是教练比较特别，又帅又会教，这怎么办好，你说打保龄球下，而且还有创意，你在干嘛？被自己绊倒，话讲太多。我刚，
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绝招啊。原地踏步会不会？会吧。对，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再一个，跟着一起来，刚进来设关注，再看的帮我们按赞。动作很简单，往前手画圈，前画圈，后画圈。哦呀，右手画圈，双肩抬平哦。呀，双手绕圈圈，像螺旋桨一样，像螺旋桨一样。来敲一下 ，Go。下敲敲，上敲敲。轻轻的跳，不要吵到楼下的人。出牌一下，右出牌，很好。来，各位，夏天总该游个泳吧？来吧，蛙式先开始。游泳会游蝶式吗？来，我教你。蝶泳会不会换气？再一次，屁股向后坐。对，不要弯曲，不要只是屈膝而已。跑一下，跑跑跑，跑跑跑。再一个，跑跑跑，打开来，麻雀变凤凰了。哦耶，原地踏步，我们再跟着走一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简单吧，动作不难，赶快跟上来。还在等什么？从沙发上跳起来了。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来。不要再只是坐着看了，赶快刷进来，跳起来！下敲敲，上敲敲。再一次，我们站，出牌了。走出牌。对，出牌，你可以的。不要只是看，赶快点进来，设关注，按赞，游泳。蛙泳。抬头蛙，背挺直。蝶式。看我的瀑布。再一次。再蛙泳一次。蛙泳。蝶泳，对，好起来，跑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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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变凤凰，哦耶，来加一个，小鸡在慢慢的长大，咯咯咯，小鸡动作有点慢，但是越来越长大。动作开始快起来了，越来越快，变凤凰了 ，Come on， 哦 yeah， go， 跳一下，跳，再一次，跳，哦 yeah， come on， 展翅高飞， yeah。男神一起跳起来，五指紧扣，蹲，屁股向后坐，腰挺起来，不要驼背，抬头挺胸，扭出性感，女神们扭出性感，男神扭出魅力，再一次，好，哦呀，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眼神？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你还不从沙发上，从床上起来 ，Come on。蹲在地上的，一起动起来，二头，摇起来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手肘向前，对，一样，继续摆动左右，改善你的假胯宽，甩掉你的蝴蝶袖，拜拜袖，雕塑你的臀线、腿曲线更好、更漂亮 ，Come on， 下上，所以这叫女神操，男神。也要跟着动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二头，手心向上，手心向上哦，各位，不要这样子哦，是这样，对，再一次 ，OK， 每个动作的细节，仔细看，我手心向哪里，对，再一次，左右摆动，屁股向后翘，跟着我们一起 ，Come on。手肘向前，三头，非常好，
再来动一下，很棒，各位，坚持下去，加油，你做得到 ，Come on， 哦耶，来下上 ，Let's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哦耶，就是这样，跳起来，把你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把你的压力释放出来 ，Come on， 跟着我们跳操，脑内啡、多巴胺、二头随之而来 ，Come on， 跟着摇起来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手肘向前，下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Come on， 甩掉你的蝴蝶袖，就趁现在，跟我们一起简单的动起来，三头很好，赶快设关注，跟着我们跳起来，哎、yeah。腿抬高 ，Let's go！ 我抬得比你高。再一次，你怎么可能抬得比我高 ？One more time！ 喂，喂 ！One more time！ 再一个，哎，来，全世界最多人跳的操，我们要准备跳起来，胯打开 ，Come on！ 毽子操，本草纲目，跟着我们一起，胯打开的。踢起来，腿抬高，加油！对，核心保持稳定，抬高一点点。对，再一个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旁边侧边踢起来，很好。喊口号，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来，腿抬高，核心稳定，再一次，不要着急，刚开始会不太稳。各位，当你练久了，核心的肌群稳定了，就会变好了。来跳一下，再一次，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对，稳定，不要吵到楼下的，轻声。来，一、二、三、四 ，Come on， 动作不会很难吧？各位一步一步慢慢练起来，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熟能生巧。刚进来的朋友你不要担心，如果你现在刚开始觉得不知道会不会瘦，我不知道该怎么跳，都跟着来，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跟着我们动起来。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累，但你看着我的帅气的面貌，再来一个。当你很累的时候，仔细看着我，你心里又会想，这个人跳起来真帅，你就会动起来了。Come on， yeah。大家如果真的想吐的话，可以拿个垃圾桶在旁边，没有关系啊。腿抬高，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五、六、七。最后，腿抬高，最后一次了，核心稳定。我们再换左脚，很好，眼睛平视前方，然后跳一下，跳，对，很好，刚开始你可以保持不动，跳 ，Yeah， 像我这样熟练的时候，你可以左右晃动，哎，你不要踩到我脚好不好？我要往前走，
Oh yeah！ 掌声鼓励一下。我知道我生活挑战是什么吗？我的生活挑战就是一直有一个刘教练在我的身边。我在鼓励大家，你老是在拆我的台。Come on， Come on， 再一次，勾拳，走起。用腰，用核心，稳定，下勾拳，哦，手晃动 ，Come on， 哈，哈，加速，加快你的速度，加速，燃烧你的卡路里 ，Come on， 加速，燃烧你的体脂肪 ，Stop， 来了。手放头上，来了，来，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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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注，跳起来，加油，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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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来告诉你秘诀了，当生活给了你一巴掌，你就还他一个组合拳，组合拳，加速 ，Come on， 再一次，一拳不行，再来第二个，呀，加速，再一次，很好，最后。十五来了，可以吗？可以的，帮我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可以可以。动作也不难，欢迎新加入的，赶快设关注按赞，跟着我们跳起来，往外，然后扭一下，你循序渐进跟上来，扭一下，再一次，再一次，再扭一个，胸 ，Come on。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哈，我们先跳操，待会呢，好好的跟你们分享一下。Yeah！ 今天 VV 姐这个天线就是为了你们装的。来，摇一下，再一次，摇一个，副歌，左右 ，Come on， 再一次，很好，左右摆动。手打开，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来摇一摇 ，Come on， 小瘦子们，趁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甩掉身上多余的肥油，一起扭出来我们新的人生 ，Come on， 呀、yeah ，定格，定胸 ，Come on， 胸有成竹。臀部，来打开，摇一下，再一次，摇，再一个。摇起来 ，Come on， 小瘦子们，跟着我们一起摇起来，扭动你的身躯 ，Come on， 再一个，不要说你不会，不会的人也都摇起来了，越摇就越会了，熟能就生巧了 ，Come on， 不要限制你自己 ，Come on， 你的潜力无穷，
525要爱你自己 Come on， 不要限制你自己，加油，跟我们一起呀、yeah. Yes。一起来，有人说快跳操啦，快点啦，快，你好急呀、啊、来跟我来，马上到了，客官来呀，客官这不就来了吗，来把腿蹲下来，一起踢下去，用拳打错，我下啪下下下好，跌起来，高高在上，抬头挺胸，脸部充满着信心，看着前方，用臀部夹紧，提气，向上提起来，分享爱，右边分下，再分左边，对，再一次，点地，屁股向后翘，抬头挺胸，背挺直，再一个，很好，哦呀，往下蹲，呀、yeah.。提气，左边蹲下，加油，人生就像打怪一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呀、yeah. 一关一关慢慢过，再次跟刘教练陪你 Come on， 加油加油 One more time， Oh yeah， 就是这样 Come on， 我们一起跳起来打啊，颠一下，很好，再正，右边左边，不怕，做就对了，跳就过了，再一个，蹲一下，上来，上来，摸地，再次 ，OK， 再打 ，Come on， 哈，哈，哈，哈 ，Come on， 再次，加油。垫起来，蹲一下，没有，左边过瘾啊，再一次，好痛啊，痛就对了，痛苦并快乐着，再一次，最后蹲下，美好的明天等着你，更好的自己等着你 ，Come on， 呀、yeah! ！跟我们一起跳起来、oh, yo. ，Let's go，5、4、3、2、1，Go！ Oh yeah， 再一次。调整呼吸，双手拍膝往上跳吧，感觉上来了呀， yeah! 什么感觉？轻飘飘的感觉是不是？单手胜利，嘿、hey! ，跳起来不要停，我们要喝醉了。双手，不要麻烦了。往外跳跳跳跳，再次，哦呀，踢腿，一二三四五六七点八，二二三四五六七点八，单脚开合跳，你跟着我们一起跳，你跳跃的人生从此刻越来越飞跃，跟着我们一起来，什么是你想要的？
在我们直播间刷出来，我们一起帮你实现。 Come on Go， 再一次 One more time， 手往上，手刀，双手拍膝往上，后嘿后嘿呀呀，跟着一起跳起来，得胜呀、yeah. 帅哥呀、yeah. 美女呀、yeah. 猛男呀，嘿嘿，小瘦子呀、yes. yeah. Come on， 往外跳一下，再来一次 Go， Come on， 跟着一起来，来踢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单脚开合跳，跟着我们一起跳 ，Come on， 跳起来，人生非要 Go， 让你的脂肪忙起来，再来一次，不要麻烦了，脂肪赶快。一起燃烧，后会。向后坐，一、二、三，压下去，就这样。正面 ，Come on， 过瘾，跳起来。谁怕谁？乌龟怕铁锤，蟑螂加柴鼠怕拖鞋啊！哥，再一个，摸脚尖，我们看，哇，嘿，嘿，再一个，摸脚尖，再一次，让你的臀部脱离地心引力 ，Come on， 再一个，来侧蹲哦，侧蹲，侧蹲，用力，侧蹲，再侧蹲，屁股用力，侧蹲，对，屁股用力，再一个。哎呦，过瘾，跑起来，横移准备，右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前后，一二三四，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一二三四，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stop， 再一次好了，来，蹲下，我们看左边 ，come on， 呀、yeah, ，看正面，再一次，耶、yeah, ，我压的腿我好酸，过瘾，就这样，刺激我的男性荷尔蒙 ，come on， 呀、yeah, ，再一次 ，come on， 呀、yeah.。男人不练腿，女人不练腿。OK， 蹲下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再一次，侧蹲，哇，屁股很紧。再一个 ，Come on， 翘臀，就这样练出来了。跑一下，准备蹲着，横移 ，Go， 横移，前后一。二三四 ，Come on， 右边，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 ，OK， 加油 ，Come on， 来，一二三四，加油，原地踏步，我们调整一下呼吸，哎呦，来，各位收费站到了，但我们不收费。让你休息一下，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来吸 ，OK， 吐，再一次吸，吐 ，OK， 我们腿抬一下，让刚才很酸的腿，我们髋胯活动一下，一、二、三、四，原地踏步，跟着我们一起再走一下 ，Go，Come on， 哎 ，One more time。我们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Go， 嗯，加油，左边，最后撑下，男人不练腿，
只剩一张嘴。女人不练腿，来提臀，再一个 ，Come on， 摸脚尖，背挺直，跟着我们一起蹲一下，蹲，最后了，我们最后一个蹲，再一次 ，Go， 跟着一起来，设关注，按赞 ，Come on， 跟着柔柔教练一起动起来，跑 ，OK， 五六七 ，Go，Come on， 呀、yeah ，前后一。1 2 3 4，右边左边嘛，1 2 3 4，5 6 7 8呀、yeah! 过不过瘾？跳操不可怕，来手画圈，这首歌轻松一点点，要做手臂线条的，我们腿休息一下，让它跳动跳动，活动活动，我们再蹲腿。我有话跟你说。来，从头来一遍。你要不要听我说话？等一下，等一下说嘛。扩胸，很好，呀，再一次，调整呼吸 ，Come on， 跳一下，左右，来划水。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 ，Come on， 再一个，很好，叫我水手 ，Oh yeah， 再一个 ，Oh yeah， 来手背操 ，Go， 1 2 3 4。5 6 7 8，2 2 3 4，5 6 7 8，来换个姿势，我们一起再来跳一次，1 2 3 4，5 6 7 8 ，Come on， 左右，很好，再一次，准备扩胸动作 ，Go， 呀呀，动作顺畅流畅，跳一下，衔接的非常好，因为都是我编的。动作流畅又顺畅，左边右边，左边再右边 ，Go， 大力水手的姿势，一起跳一下，呜呀呀 ，Come on，Go， 呜呀呀，1 2 3 4，5 6 7 8，2 2 3 4，5 6。换个姿势，我们再来练一次，1 2 3 4，五，不要害怕，跟着我来。Oh yeah， one more time， 过瘾，燃烧体脂肪，继续雕塑手臂线条，就趁现在，线条练起来 ，Come on。哦呀，来 pose。跳起来！不要跑哦，战斗力。这个是最重要的一趴。Go！ 啊，对，我们不是汪汪队。体力越来越好了，下，One more time， 再一次，嗨，哈，嗨，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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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射，哈 ，Come on， 呀、yeah ，加油，
边。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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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哈，呀！教练，我的鞋带掉了，掉的真的是时候啊！你要赶快绑起来，因为我们准备要云手砍柴，这里 ，Let's go。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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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是那条龙。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打起来 ！Come on！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哈，最后了，最艰难的要过了。英雄，我就是那条龙，我身为龙，腾腾威风，他们得到。哼，哈，去，哈，龙。呀，哈，下，哈，哈，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哎呀呀！哇！来 ，Let's go。所以最后，哈，被搞叫动了是？被搞死的是刘教练。哈，人要先跑了。有看过刘教练怕累的吗？我怕累，你跟陈汪汪队跑掉的。五六七 ，Go！ 啊，不会怕啊！我们迎接挑战，命运总是捉弄我们。Come on！ 有人说这局我休息啊。我不想说话了、啊、到底是谁提议拿轮盘的啦？云手砍柴，请准备。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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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哈 ，Go， 下，
呀哈哈哈哈呀哈哈呀哎呀哎呀嘎咕一二三三二二三三三二三三走了三万人了 Come on 加油再一个我就是那条龙哈哈哈哈哎呀哎呀累死哎呦我的妈呀扩胸打开腋下夹紧再次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一起喊一下爸呀喊起来叫爸爸可以吗叫爸爸叫妈妈都可以好不好到底叫爸还叫妈好叫爸爸爸爸爸打开非常棒各位你快要打卡成功了想到这里我相信你就非常的开心 Come on 加油打开手再一次持续燃烧你的体脂肪哎三只小猫说赶紧把1000万点赞点起来来按下赞 Yes sir 还帮我们扣待会最后好了拉下最后我们再按赞好不好先好把这首歌跳完我们大家冲1000万都没时间叫大家按赞加油再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三二三四越来越有精神就是我扩胸加倍我不怕我是战神勇敢接受挑战来大声地喊出来雄心壮志一起叫声爸爸叫爸爸一起来五六七叫爸哎孩子啊要乖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不要再躲了 Come on 一起跳一起嗨一起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在5月25号开启我们新的人生 Come on 再一次下定决心我要爱我自己我才能更好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 Come on 再一个我没有力量我也要撑下去加油给所有坚持下来的朋友点赞加油 Come on 再一次跟着我们一起全力以赴没有妥协没有遗憾来加油拉一下Come on Oh yeah 再来动一下 5 4 3 2 1 Go 扩胸夹背 Yeah 再一次1 2 3 45 6 7 8 Yeah
赶紧过来，欢迎你们，快来咯。来，我们准备好咯。来，大家刚进直播间的男孩女孩记得不要离开，15分钟的拉伸记得要给到自己，好好的去放松你的臀腿，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会先从站立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完有氧之后整个心率还是非常高的，血液循环它是非常快速的，如果你马上坐下来躺下来的话，其实是不利于你的肌肉恢复的哦。所以我们先从站立开始，好不好？准备好的男孩女孩把好字刷在公屏上，然后点个关注，我们就开始拉伸了，要不要的？要的，要得啊，双脚自然的分开。好了好了，我知道过来救命了哈。双脚自然的分开，脚掌的内沿线平行。好，将你的双手带到腹前的位置，十指交扣。好，吸气，手掌推到胸口，吐气的时候手臂往前伸，把后背推出去。好，去拉伸一下你的后背，拉伸一下你的手臂，肩膀放松下来，眼睛看向肚脐的方向啊，保持一下。三二，好啊，一。OK， 好，来吸气，手臂往上，吐气的时候弯曲你的手肘去托住你的后脑勺，然后抬头提下额，拉伸一下你的肩前侧和胸腔的位置，手肘打开。那如果你的手肘和腋窝不容易打开的话，那平时肩颈就要多拉伸咯。好，我们现在吐气的时候低头，手肘往中间靠拢，去拉伸一下你的上背部。好，准备动态，吸气，手肘打开，胸口往上提。好，再一次吐气，手肘关闭。我们在拉伸完之后呢，会有福利给到大家啊，配合呼吸，一个呼吸一个动作，吸气打开，吐气的时候关闭起来。把转盘扔了啊，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之后来村里，你们来做好不好？毕竟我还要在这里干活的，我去扔了，教练估计会骂我。还让不让我好好工作啊？吸气打开，如此的老实。吐气，哎，教练可是我的老板哎。吸气打开，这件事情交给你们。好，最后一次吐气，好，准备吸气。好，手臂打开落下来，调整一下呼吸。好，刚进直播间的男孩女孩没有关注记得关注起来啊，抬右手臂，屈手放在肩胛骨的中间，一只手去托着你的手肘，好，吐气，带上你的侧腰，带上你的手臂，去做一个侧伸展。好，吸气回正，配合呼吸啊，再来一次吐气。好，再一次吸气，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说得对。吐气，手臂侧腰，大家有拉伸感吗？记得啊，我们每一次跳完操之后好好的去做伸展哦。好，我们现在停留在这里，因为呢今天练完臀腿之后，我们先从站立的拉伸开始，慢慢的把心率降下来，我们再坐到垫子上啊。好，准备吸气回正，双手解开先落下来，我们拉伸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来，换另外一侧，吸气抬手，屈手放在肩胛骨的中间，另外一侧手托住手肘。好，准备吐气，先做动态。好，如果你今天晚上没有跳操的话，也是可以去做拉伸的，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放松肌肉，那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入眠。那同时你在拉伸完之后呢，持续的去伸展你的肌肉，它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好看哦。好，再一次吸气，好，吐气。背景音乐会有点大声吗？大家听一听啊，先。好，最后一次吐气，停留一下，稳住啊，保持住哦。好，大家记得要关注起来，我们拉伸大约15分钟的时间就会发放福利了，好不好？来，吸气回正，准备吐气打开。好，手落下来，非常棒。现在将你的双脚分开，脚掌呈外八的状态，屈膝手扶腿，屁屁往下坐啊，做一个扭转。对，先去放松你的后腰背，手推你的双腿内侧啊，吸气回正，吐气扭转，一个呼吸一个动作，好不好？对，有瑜伽垫卖啊，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吐气，手麻的话是属于常见现象啊，手麻的男孩女孩记住平时要多去放松你的肩颈啊。吸气吐气，好，最后吸气，好，吐气。
我们今天呢练完臀腿，等一下马上就要回归到垫子上去做臀腿的深度放松咯。好，吸气回正，吐气，分享一下你们今天跳完操之后哪里最酸。好，吸气回正，站立起身。好，准备转到侧边，前方膝盖弯曲，把后方的脚往后撤退啊，双脚分开跟你的骨盆同宽，把膝盖落下来，髋往下沉，大腿前侧做一个伸展，脚背落，吸气抬手，对，很好，吐气，小腿脚掌，脚掌酸，大腿酸哦，这个动作就是帮助你去拉伸大腿哈。如果你会觉得膝盖累的话，放一个抱枕在膝盖下方好不好。哎，我的声音有点小吗？太温柔了吗？大家听一下会小吗？对， OK 的啊。好，来准备三，抽筋了，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拉伸，因为你的肌肉筋膜太紧绷了啊。好，来吸气回正，好，吐气，手落下来，重心往后，把前方的脚蹬直，脚趾勾回来啊，然后呢拉伸你的腿后侧。还好吗？来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动作哪里比较有感觉，是小腿还是膝盖窝，还是大腿后侧，还是说整条腿，有没有脚后跟的，有脚后跟的脚跟下面垫一个抱枕好不好。对，拉伸一下，三，今天晚上练完臀腿，不想让你的腿明天后天一直肿肿胀胀的，就一定要好好多拉伸好不好。哦，膝盖窝很棒，保持呼吸哦，就是帮助你去雕塑腿部线条啊。来，重心往前准备哦，我们要换另外一侧啊，手扶腿先推起来，转过来啊，稳稳当当的转过来好不好。来，后侧膝盖落下来，屁屁疼啊，屁屁疼，等一下拉伸屁屁啊。来，髋往下沉，腿都抖了，脚背落地，髋往下沉啊，好，保持住哦，腹股沟和大腿前侧，身体转正哈、哦，整条腿。来，这个动作呢，平时久坐办公室的男孩女孩也要多去做啊，它会帮助你促进到整个骨盆区域的血液循环，然后呢，它也可以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大腿根啊。好，拉伸的回放，大家可以搜索“跟练团”直播回放哦，好不好？好，来，三，二。一，好，来，手落支撑，重心往后，脚掌勾回来，脚趾冲向天空的方向，然后呢把你的脚跟、膝盖窝、小腿、大腿根部都做一个伸展啊，然后呢你足弓的这个区域，如果你想要去拉伸到它多一点的话，手放在你的前脚掌勾一下啊，然后呢就可以去拉到你的脚底板了啊。好，然后呢如果你感觉到拉伸比跳操还痛苦的话，其实也是在提醒你需要多拉伸了哈。偷偷的告诉你们，教练也是，他肌肉虽然很发达，但是他的筋膜也很紧张，然后呢他每一次拉伸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哈，会哀嚎。下一次我看能不能偷偷的拍一下。好，来，准备重心往前咯啊，撤回来咯。好，我们把身体推起来，准备把脚往后撤。抓住他的把柄了啊，屁屁坐下来，哎，真的是，哎，我跟你们讲啊 ，T T 姐背要挺直，好的，好，拍下来也让你们开心开心。我跟你说，这种素材在杨博士那边特别多，好多、哦。好，来，我们准备坐下来喽，我稍微往后拉一点点吧，感觉大家看不到我了。会，跳完膝盖疼，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动作了哈、啊。然后呢，坐姿，弯曲你的脚，脚跟的位置靠向骨盆的位置啊，膝盖往外展开，好，吸气抬手臂往上，好，吐气向前，手去抓住你的前脚掌，抓不住脚掌的怎么办呢？拿起你的毛巾，拿起你的衣服，或者是拿一条裤子，或者是拿一双袜子，把它绑在前脚掌，有没有毛巾啊？哎，小伙伴们，给我一张毛巾，对，把 TT 点穴。好，把点穴，葵花点穴，手点自己吧，小腿太疼了，是不是豆豆？
就是小腿紧张的话，这一个动作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你放松的啊。弯曲的腿放不平，你就把它翘高一点，然后垫一个抱枕在这里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拉伸完再来聊吃的，好不好？已经有人在聊吃的了吗？然后呢，我们后背的位置也会有一个伸展感，好，保持一下深长的呼吸啊，鼻吸鼻呼，鼻呼，鼻吸鼻呼。那如果你觉得特别的难受，特别酸痛，也可以例外一下鼻吸嘴呼啊。好，来，三二，如果你在这里小腿特别酸，巨酸无比的话，那说明你平时小腿代偿会比较多，然后呢也容易出现小腿就是比较发达的状态。好，来，准备吸气回正，不换腿哦，弯曲，弯曲的这一侧脚，脚背现在落下来。好，刚刚有说到跳完操之后膝盖不舒服的啊，就是因为你这一个区域的肌肉太紧绷了，把它放平，放平之后呢，大腿前侧能拉到，小腿前侧能拉到，你的脚背脚踝都能拉到啊。选择一停留，选择二侧转身往下，选择三 TT 姐来躺下吧。太好了，我最喜欢这个姿势。对，一凡快乐躺啊。对，一凡最怕的动作，但是一凡出去旅游了哈。大家今天有看到他们的直播吗？我离 TT 姐近一点吧， TT 姐已经头出去了还是转过来。对，能做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特别紧绷的就保持坐起来就好了哈，特别柔软感觉这一侧还比较放松的，你就躺下来，躺下来没有太大的感觉不代表没拉伸到哦，一样拉伸到了，好不好？然后呢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如果躺下来你的腰是悬空的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腰椎有一个自然的弧度哈。对，我跟你们说，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开始爆料了。好，最后脚背拉伸感很强。对，好，三二一，好，来，手支撑慢一点点起，我们要准备换脚了，先把一侧屁屁抬起来啊，脚释放一下，然后先放出去。好，来，我们换脚，弯曲腿，然后呢把毛巾放在前脚掌，脚跟蹬，胸口往上提。对，好，脚踝靠不近大腿就往外放就好了啊。这个动作呢关注点，你的脚趾要冲向天空，你的腿在一个正位的基础上去做拉伸啊。吸气延展，吐气往前。来分享一下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腿比较有感觉还是你的后腰比较有感觉。我考虑分享一下啊，这个背怎么挺直啊？挺不直吧。这个你就需要毛巾了。不，你要。好的，不要倔强。好的，老师，我跟你们说，你们做不到的啊，不要拒绝去使用辅具，因为辅具是对你们好的。对，你看现在不就直了吗？这样我就拉不到我的那个。哦吼，这里挺起来，然后往下，小腿更有感觉，是不是？老天爷，那说明你们的小腿平时是会用力用的比较多一些的，可以往下趴，这是简易版的啊。趴下去的时候肩要放松，对。反正背一定要挺直，对不对？对，趴下来的就像这样子趴下来就好了啊，抱着你的脚脚，就这样趴下来。河南话？不会，我会四川话。加油，你可以的！拉伸完之后线条也好看了，明天也没有那么酸痛了，也不会肿肿胀胀了，你也能够去睡一个好觉了。好不好？我流汗了。好，来，准备起身。跳完操不要去吃小龙虾啦。来，弯曲腿的一侧放在屁屁的外侧啊，脚背落地。好，我换一个方向啊，你们不用换。好，选择一继续坐在这里，选择二手支撑，选择三躺平，躺平。好，我过来一边躺。对，镜头可以给 TT 姐。没关系，没关系，我就躺着，我可以露出。西瓜少吃一点点啦，晚上也不要吃太多西瓜，太甜了啦。楼底下开了一个大排档，
大排档肯定是有小龙虾。对，我是内江的。哎，青，你知道我们后天有小龙虾吗？后天，我真不知道哎。超好吃。保持一下，来这个动作呢，脚底板，然后整个脚背都会拉伸感很强。那平时大家走路，脚掌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你不会这样子走路吧？是不是？那如果你长时间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那你的这个位置肯定是很紧绷的呀。那你在做绷脚背的拉伸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哇很不舒服啊，是正常的。好，来三二一，好，来准备手支撑，慢一点点起来。好，坐起来咯啊，我们最后来一个屁屁的拉伸好不好？好的。好，然后呢，脚麻了收回来，放松放松。我们最后来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姿势，就是我们的鸽子式哈。这个鸽子式好像最近大家都比较喜欢，前腿的位置弯曲，后方的脚把它往后撤退。你也可以从跪姿的部分进入哈。然后呢，屁股外侧，然后身体往下趴。好。这个动作呢，它针对于平时有腰痛情况，或者是说平时容易久坐办公室，然后呢屁屁容易酸痛，或者是说有坐骨神经疼痛这一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拉伸哈去帮助你缓解的。前方的小腿是打横的，如果你打不横，就把脚收回来就好了。收回来一点点，然后呢身体趴下去，去感受你前面这一条腿的外侧屁屁的位置有拉伸感哈。加油。趴不下去可以的啊，趴不下去你就坐到你比较屁屁的位置有感觉就好了，好不好？哎，林东东，好。嗯，弹力带应该还要再等一等，大家要先去感受这个动作屁屁的位置哦，然后我再慢慢的分享一下啊。髋部疼的话是这个位置吗？腹股沟比较疼吗？缓一缓啊。然后呢，关于骨盆前倾后倾的问题，建议大家去搜索跟练团，加练再加练，我在这个地方呢会专门分享啊，关于骨盆的问题啊，假胯髋的问题啊，产后修复的问题啊，以及想要塑形的问题，好不好？好，来准备慢一点点手支撑，我们要换脚咯，后脚勾回来，膝盖往前送，前脚往后撤退，我们换脚好不好？来，后方的脚往前送哈，换腿咯。然后呢脚背落下来趴下来哈。好，然后你能够做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在这里主要的关注点哈，你前方屈腿的一侧屁屁的拉伸啊，这一侧屁股外侧的拉伸。然后呢后脚放松就好了，然后趴下来好不好？这个动作呢它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放松。那你在跳完操之后，特别是臀腿的训练，跳完操之后去做这个拉伸的话，你会拉着拉着就想睡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了啊。脚背疼的话是硌着疼还是拉伸感的疼？拉伸感的疼的话是正常的啊。然后你的主要关注点是在你前腿的外侧跟屁屁的位置，好不好？来，三，加油，二，好，最后一，好，手支撑，把身体推起来。好，关于很多专业的问题呢，我可能一时间不能完全的回答所有的小伙伴，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跟练团，加练再加练。你们的问题呢，欢迎你们在我的粉丝群里面讨论，然后呢欢迎你们在加练的时候分享给我，然后我会在直播间告诉你们哦，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要准备发放福利了，我们接下来呢一边做一个拉伸颈部的动作，一边发放福利给你们，好不好？然后呢你要就注意哦，手放在你的耳朵的旁侧啊，对，肩膀沉下来，对，你可以不用托头，也可以放在你对侧的肩膀往下压，这样子哈，沉下来。来，你们可以告诉我想要什么福利，搜索跟练团直播回放好不好？对，拉伸快结束了哈。因为今天晚上练臀腿嘛，主要带大家好好的去放松一下臀腿哈。想要我把我做一个链接，不知道不要多少钱。好，来，
准备回正。现在我们交换一下手啊，压在你肩膀的位置往下沉，吐气。然后呢，你的头可以转到你觉得最酸爽的那个位置，然后去停留。弹力带暂时没有啊。好，来，好，最后两个呼吸咯。跳完操如果是大激素女孩的话，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就好了，就不要摄入太多的碳水。那小激素女孩呢，就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啊，如果太饿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或者是吃一点点荞麦面，或者是煮几个虾都是 OK 的啊。这个动作就是帮助你去放松斜方肌的。好，来，准备慢慢的吸气，头回正。好，手落下来，绕动一下双肩。真的好棒。对，可以喝番茄汁啊。小龙虾是不是也是蛋白质？你说起来也没有毛病啊，但是小龙虾白灼应该不太好吃，是不是？小龙虾白灼可能没那么好吃。好了，可以喝牛奶哈、啊。然后呢，黄瓜有哦，等一下有一点点的黄瓜、我们拉伸呢已经到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给